然后打这个车比较便宜啊，然后这是打表计价器。是我的印度朋友，然后明天我们就要去斋普尔了，所以过来赶来那个跟他告个别。I'm leaving tomorrow. Okay. So, nice meeting you, man. You are really nice. You are my like. You are my Indian first friend. Okay. Same me. Yeah. You're China my first friend. Jackie. So.Jackie Chen. Yeah, so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man. Yeah. Hi. See you. See you, man. 这个就是我们去斋普尔的大巴车，挺好的这个大巴车。这个就是我的床铺啊，给大家看一下啊。然后这是下铺，一层一层的下去。哎呀，有地。这是印度街头打铁的艺人。他们在打，应该是钉子。旁边那个师傅在烧，在用那个风机。这边这个师傅在打钉子，那个钉子就在地上烧，然后那边用风机吹风，然后这个师傅就打钉子。这种手艺在我们国家街上是看不到的啊，已经慢慢变少了，可能都是机械化制作，但是在印度街头还是可以见到的。这是钉子。然后这个是在烧红的钉子，这边是这个就是印度街头的刮脸，我一定要留胡子，然后体验一下刮脸，太帅了啊！看这个老人在刮脸，近距离看一下，刮得挺干净的啊！这个大叔手艺不错呢，他这个小店环境多棒啊！双击加关注，谢谢。感受一下印度斋普尔的天气有多热呀、啊！看，这都是冰块，你看这个狗在冰块上趴着，你们就可想而知这个印度的天气有多热。现在是早晨六点，天气就这么热，我的天！给个双击加关注，谢谢大家。这是路边的老人，不知道他在干做什么，在做饭吗？他应该是在做饭，他在刷锅，刷得多亮啊！哇，他要做饭，这就是，这个是火，这个是引风机。哦，大家看前面这个印度女人啊，多么能干，头顶着。这个筐里不知道是有多少东西啊，反正是现在也看不清啊，应该感觉这个筐看分量的话应该是不轻。这是印度的卫生间啊，这个卫生间看来只能男士用啊，还可以啊，我觉得这个卫生间没有门，是敞开式的，所以不会太恶心啊，因为它敞开着呢嘛，是不是？不会太恶心。我是怎么找到这个卫生间的？我刚才从这儿过来，被一股味道吸引了，所以我找到了。还得看一下啊，我进来看一下，我憋住气儿。就是一个普通的、正常的啊，还凑合事儿吧啊。这个是他们印度这边会拿这个瓶子在这里接水喝啊。这个是刘墉。然后他不会接，这个印度人还帮他接了。好喝吗？可以。
小孩要钱了。印度街头刮胡子的手艺人啊，就这么刮胡子在印度街头。改天我也得试一下，我留两天胡子，然后我也来印度街头刮刮胡子，应该是非常便宜的啊。这个印度老人手艺非常好啊，给个双击加关注，谢谢。我来一杯恒河牌的果汁啊，干净好喝啊，又卫生啊。这个老大爷啊，在给我做呢，看看他是怎么做的啊。老爽了。好 ，OK， 关机。好喝啊。太爽。哇。太帅了啊，太帅了，太帅了，印度人。这个是什么东西啊？像炒咖喱似的啊。给我个双击加关注啊。这个就是我们青旅啊，住了两个男生，六个女生啊，三个印度人，还有一个美国人，然后三个中国人，还有。两个男生，六个女生，他们要去洗澡了。兄弟们，印度油炸煤气罐，哇！做吃的啊，这个是炸那个炸糕，谁知道是什么炸糕不知道啊？油炸煤气罐啊，特别带劲啊！看煤气罐在这儿，然后这是做好的成品啊，在这儿呢。今天印度太热了啊，40多度。印度骑二八大杠的印度少年啊，我们小时候是不是都骑过？他也坐够不着车座子啊。这个小猴子是印度的斋普尔街头的小猴子啊，他坐在摩托车上，在街上随处可见猴子，还有牛什么的。你看这个猴子，哎呦，哟，要骑摩托车。走了 ，OK， 这个还在这儿吃，看他怎么走的啊 ，OK， 拜拜。这个印度大象正在过马路啊，来了来了，哇哇哇哇，太帅了。太帅了，印度大象。我冲他说拜拜。两个小女孩，她们就是她俩是一对姐弟啊，非得要钱，然后我不想把这么多钱都给他们，所以我去破钱去了。小女孩，她就是她们姐弟俩啊。这是印度街头的拉货的骆驼啊，这个骆驼太大了，看到底有多大，比我高太多了啊，这个货也太多了，哇，赶骆驼走了，赶骆驼的人走了，太帅了。这个是印度街头卖冰块的啊，然后就是卖给老百姓这么端走，他们回家是空调用啊，冰块就是包在这里面，现在外面温度大概是40度左右啊。然后卖冰块就是用这个秤来称冰块多少斤，然后算钱。买一个印度美食，哎，给我打包的啊。哎，这老板。OK， 对对。我什么 ？OK。这个必须是用恒河的水调的汁啊，然后。不是他们左手给我的，我都得退钱。我必须是左手拿的，喝恒河的水，尝尝。有点辣味儿啊。
Gracias.